应该是林志富的采访稿，那我说今天压力很大。我其实在家是不谈公事的。我不播好了。好啊。哎，玄哥哥，我觉得这样秘密交往蛮好玩的。攻略秘籍。这就是我爸喜欢跟不喜欢什么。我给不了韩生他想要的，还是做自己比较自在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 ，TVBS 欢乐台女力报道最佳拍档。本节目由皇城 Park 姐姐等你来冠名播出。